大家好，我是老五。这个长满杂草的这个鱼塘里面经常发出类似黄牛的叫声。今天晚上我带上这个鱼叉来抓这家伙，看能不能抓到。好像又在叫了，看，在这边那个笼子里面。这个东西相当聪明，藏在这个杂草里面，不好看。你看，下去绕了一圈，抓到两只。你看，一只小的，这只黑皮牛蛙。你看，这个颜色前面是黑的。你看，就这家伙在叫，晚上叫的特别黑，特别吓人，汪汪汪的。哦，这家伙就是叫声就像类似黄牛的叫声。你看，就这家伙抓住两只。哎，这个杂草太深了，这个家伙聪明得很。你看，不好照，那边抓着两只。好了，天下雨了，你看，赶紧走吧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外来入侵物种，这个牛蛙专吃我们这里的青蛙、小龙虾这些的。你看，这两只有半斤了，两只加起来有一斤，还是可以了，够吃一顿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陪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